原标题乱套了，曹操送三个女儿给汉献帝，汉献帝送两个女儿给曹丕。公元196年，15岁的汉献帝刘协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曹操，从此他们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画风好像有些不对，总之汉献帝遇到曹操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，至少在表面上曹操还是挺尊重汉献帝的，或者说他愿意给外界留下尊重汉献帝的印象。而在此前，汉献帝不管是跟着董卓还是跟着李榷，都像是一只蝼蚁，分分钟都可能会被捏死。所以汉献帝在曹操身边有惊无险地当着他的傀儡皇帝，直到公元220年曹操病死，曹操的儿子曹丕继位，才被迫禅让于他。从公元196年到公元220年，在曹操手里，汉献帝足足当了24年皇帝。24年真心不算短了，毕竟中国古代许多正常皇帝在位时间都没有这么长，汉献帝能够当这么久的皇帝，除了曹操买账外，还在于他足够听话。在吴宇森导演的电影《赤壁》中，汉献帝除了玩鸟什么也不做，而就算玩鸟也不能让曹操看到，否则的话曹操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当然汉献帝偶尔也有不听话的时候，有一年汉献帝按下衣带诏，秘密传给董贵人的父亲车骑将军董承，让他想办法诛杀曹操，结果事情败露，董承等人都被曹操诛杀，就连怀孕在身的董贵人也被绞杀。当时汉献帝还有一个皇后叫扶手，她是东汉侍中扶完的女儿。扶寿看到曹操诛杀董贵人的冷酷，怕自己重蹈覆辙，就写信给父亲扶完，要他秘密铲除曹操。扶完还没来得及动手，事情又泄密了，曹操大怒，逼汉献帝废掉了扶手，打进了宫，幽禁致死。这样汉献帝一下子就没了扶皇后和董贵人，这后宫的日子孤枕难眠，该怎么过呢？别急，曹操会想办法的。不久曹操将自己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曹节、曹宪和曹华送过来给汉献帝做老婆。曹操比汉献帝大了26岁，他的女儿与汉献帝年龄相仿，汉献帝喊曹操一声岳父倒也没啥尴尬的，曹操的女儿怎能屈居于其他女人之前呢？很快曹节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汉献帝的皇后，曹宪和曹华则封为夫人。从此汉献帝不再折腾，一心一意地做起了他的傀儡皇帝，这样过完一辈子倒也不错吗？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，公元220年曹操病逝于洛阳，享年65岁。曹操这一死，汉献帝的好日子基本就结束了。新上任的曹丕可没有他老爸那么好的耐心，他刚刚继位就硬逼着汉献帝禅位给自己。有趣的是，曹丕明明做梦都想当皇帝，却让汉献帝写了三次退位诏书，自己三次上书辞让，最后又修建了禅让台，效法三皇五帝的禅让之法，表示汉献帝是舜帝，自己则是禹帝。一番大戏唱完，曹丕终于如愿以偿的以皇帝的身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，是为曹魏开国皇帝魏高祖。汉献帝把皇位禅让给曹丕后，为了保命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送给曹丕做妃子，曹丕呢不客气的笑纳了，这样一来辈分就乱了。曹操送三个女儿给汉献帝后，是汉献帝的岳父，按照这一层关系，汉献帝的喊曹丕为舅子，可当汉献帝把两个女儿送给曹丕后，汉献帝就得喊曹丕为女婿。聪明的读者不妨猜猜汉献帝到底是怎么称呼曹丕的，真是三国乱世一地鸡毛的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